钓一下路亚看看，一直钓路亚不用装逼啦，鱼会摇就摇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乌龟哟。靠！这么大条的鱼要死在这里，太扯了吧！哦，这条鱼要大尾哦，鲫鱼哎，有一条鲫鱼。钓的鱼很多，啊，红魔鬼也很多，啊，这一轮肚子怎么胀成这样子 ？Sorry 啦，钓个小红有点钓鱼。
今天的钓游就到此结束了，在这边凉凉的钓，红魔鬼很多了，待会这些要把它移除一些到那个小池子里面去啊，如果你要养的话再去抓吧 ，OK， 但是不要乱放生啊，不要的话就把它处理掉 ，OK， 因为真的太多了，好，那我们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换下去有垃圾。啊，新邻居来了。